厕所躲猫猫第二集，这是长的是寻找熊抱，熊抱哥度唇膏吧。木头的盒子里，答对了，在木头的盒子里面。下一题啊，在梳子后面吗？答对了，波拉答对了，在梳子后面。他还特地在涂个颜色。对啊。下一题。没有人找到吗？是那个水吧，一样粉红色的那个水吗？后面吗？没有啊，是风机那里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你来看解答。解答在这里。太难了吧？那难看什么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太难了，这个应该是在这里。有哎、欸，这里有。这题应该是天神题的吧？天神。就后面还有一题，下一题啊，门下门下面，简单的，在这里，简单，在这里，因为刚刚没拍清楚，所以在这里。各位都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有一题没找到，最后一题没。